大家好，我是大脸。可多网友说的叫俺来做一个卤面条，卤面条做一个卤面条。今儿来俺来做一个卤面条，这是俺奶奶。奶奶，你说两句，你说两句。走，俺的大脸想吃卤面条的，我今上午给他整点卤面条。啊，你跟人家说说这步骤是咋做的？咱先去压面条。压面条。啊。说面条鸡十来年了，老化了，有点香。哎呀，它放到这种模式啊，这主要是在这柜子上的先香。倒倒盖掉，等于点面都吃好了，这往后都好压。水滚了，滚了之后放面条，人家洗好的笼子抻上，面条。水滚了，个面条放着多少？蒸着。啊，蒸的。先个面条蒸熟是吧？那是嘛，蒸熟筋。得蒸多长时间呢？蒸15分钟。15分钟。啊。15分钟。嗯嗯。这面条老细呀、啊。看你煮，蒸15分钟，蒸出来可筋。剩下面条，剩下面条，今儿换成卤面条。我说我想吃油馍了，我给你炸油馍，想吃啥煮啥。行。好了。15分钟是吧？啊，炸一碗。这个吃卤面条呀，灵魂必须也有大豆芽。俺这说叫俺去盛点大豆芽去，家里没有豆芽，我去盛点大豆芽。
来，要点水。好，快点，别叫，别叫，我炖吧。好，炖。好了，啊，炖熟了面皮儿，搁里头一炒，清蒸了。好了。这是炒好的臊子拌面条了。啊，那就炒上。炒好了。炒肉。不蒸会容易吃，直接拌拌它。我一会不蒸了。嗯。谁知道炒了饭还在咋蒸的？嗯嗯嗯。不好吃了，稍微湿一点；不好吃了，老老饭也不好咬。放在肉锅上。整理过，搁在笼屉上吗？嗯嗯。我有点干不净。来来，爸，我来爸。哇，真新鲜！等多久啊？等十来分钟，十几分钟，十五分钟。十来分钟，十来分钟。好了。好，再来。带劲带劲。这卤面条得配蒜吃啊。那你弄点蒜，你还配糖蒜。好。好。好，好，盖住蒸12分钟吧。十分钟。现在俺那叫卤面条已经蒸好了，叫大家看看。喷香喷香可香。